太师公，哎，这谁家孩子这是？怎么这么缺心眼呢？上来，又是跪又是拜的。老头我还没死呢。晚辈是叶相，曾因家父叶氏礼在此和您有过一面之缘，您可否还记得？叶相，不认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别胡乱攀亲戚。走走走。 告诉你们啊，老头我可是京城第一首富，家财万贯，良田千亩，天天都有什么干孙子找上门来，想分我一杯羹，想骗我？没门！走走走走走走！云归，我看这老爷爷病得不轻，像是疯癫之症。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这里有我们要的东西。 这花好看是不是？这可是我从江南带回来的，好不容易才养活的，非常非常的珍贵。哎，你们别老盯着啊，万一把它看坏了，您赔都赔不起。太师公，我们的朋友急需美人面救命，求您把花给我们。不行。 太师公，多有得罪。云归，站住！这招啊，就是你爹来也不行。哼，小子，看我老头年纪大了，好欺负是不是？哼，叫你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了。太师公，我们知道你的身手了得，但是我们的朋友真的需要美人面救命，若是你不肯。 我们也不勉强，但求求你放过云归，让我们再去想别的办法。求求你了。不要紧的，半炷香的功夫，他就好了。哎，云归。哎呀，前天城东头李老四的娃娃成亲，却没有请我喝喜酒。哎。
这喜酒也喝高兴了，是不是应该？名利恩仇，都是些水中月、雾中花，最终皆逃不过消散的命运。只有珍惜眼前的人，才是最真实、抓得住的幸福。你们俩小鬼，啊，明明是两情相悦，怎么就非捅不破这层窗户纸呢？啊，原来你啊不疯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鸡见君子云乎不喜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御状怎么告？坊间传闻，太后每逢十五会去龙泉寺抄经礼佛，所以我打算明天在太后进香的时候拦下，禀明这一切。还有依依，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剩下的路让我一个人去闯吧。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。你看，今晚。
孩子，别给自己留遗憾。民女死不足惜，只求太后看在叶家世代姓林、救人无数的份上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你冒死为叶家伸冤，那叶相畏首畏尾，不敢出现，你为这样一个人值吗？没有值不值，只有愿不愿。谢太后听我讲完故事，接下来任凭太后处置。哎真是人间自有痴情种，可惜啊，那姓叶的小子不配。什么人擅闯禁地？都是烂好人，他只要看到有人生病受伤，便会不顾一切去救。他若是活着，这个世界能少许多病痛，所以他必须活着。嗯，你似乎说的是有道理，难道你说了？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想让他活着。皇上驾到。抬起头来，叫
笑话！我以位列太。草民拜见皇上，免礼。您是昭，好久不见啊，师父。禀报，罗英年当年是我爹的得意门生，却因为一己私利贩卖迷魂药，十年前被赶出了师门。哼，羞辱师门，滚吧！后来因是昭出现了，于是他和罗英年一拍即合，来到祥云县上，借着满山遍野的美人面谋取暴利。我父亲身为因是昭的师哥，一心想劝师弟向善，却没想到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叶家出事之前，我父亲派我去祥云县告知百姓美人面的恐怖之处，并将其销毁。可谁知我刚离家没多久，便接到了管家拼死送来的血书。我怀疑他就是叶翔，一旦确认立刻下手。叶家已除，再无后患。如今这银珠粉的生意就归你我共有，美人面就靠你了，合作愉快啊！尹世昭和罗英年竟勾结，害我叶家满门。尹世昭，这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东西吗？你可知为何你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这药王手札和这封血书吗？因为他被罗英年偷偷从叶家带走，藏到了祥云县上。你们两个是一类人，
他怎么会不知你的恶毒？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保命符，就像你从未相信过他，也没有相信过你一样。你有什么资格叹气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当年若不是因为你偏心把我逐出了师门，今日我怎会到这般田地？师长，当年你们师兄弟三人随我学医，医华父亲偷走手札，却不识叠篆之文，你习得此文，也见过上卷手札，却屡屡违背医德，我只得将你赶走。谁料想你竟就此铸成大错。医者当存善心，若是心术不正，即便是药王手札给了你，也只是你成魔的武器，而不是救人的工具啊。来人，将殷世昭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师父，不甘心了，师父，我不甘心，师父。叶相上前听风。今有姓林世家之子叶相，胸怀天下，医德兼备，心系百姓，不畏艰险，铲除奸佞。朕感恩卿之功德，特许叶相入太医院为官，授六品官带，以供医事，赐银千两，略表嘉奖。愿卿今后勤勉得厚，不负皇恩。谢皇上恩典。云归已向皇上禀明真相，将我们救出。殷世昭已将伏法，叶家的冤屈也已经澄清。莹莹，只要你现在醒来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你看，你最爱的唐虎。这一百只糖葫芦也你过门，你知道吗？易华和云归的太师公说，能以药为你续命之事，我内心有多么欣喜。因为我还没有失去你，还有机会可以弥补。可太师公说，能不能行？
得看你的造化。莹莹，我们家莹莹一向是福星高照，所以你一定能醒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。莹莹，一华，一华，云归对我来说却有不同，但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上的人，我们总会分道扬镳的。也许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，只是医生和病人。